好，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财通股市第26集，主题博反弹，我是主持人鉴海森。大家好，我是郭老师。好啦，咁我哋回顾翻今日同埋上个星期五啦，咁上个星期五美股就先大跌，然后临尾就大抽上啦，咁就倒升，其实一开始已经系由低位开始升上去啦，咁系升咗1985点啦，咁但系喺周末嘅时候，即系今日星期日凌晨啦，咁啊，鲍威尔就喺美国度宣布咗呢个紧急减息一厘啊，咁就减美国嘅利率咧，即美金嘅利率咧就由呢个一至1.25咧就减到0至0.25咧，咁就系金融海啸后嘅新低啦。咁今日嘅佢講完之後啦，美股期貨咧今日一開其實已經好快跌到停板噶啦，由香港開市前到而家都係停緊板嘅，都未喐過呢個。咁三大美股指數都係咁樣啦，大家都見到其實係打橫嘅，咁就係停緊板啦。咁好啦，咁港股又點樣咧？咁港股今日咧就因為美股期貨都跌停板咧，一開就其實都係低開，咁但係越跌越咁就最尾就勉強拉翻上去，就收23,000樓上，就收23,063.57，咁就跌969點，咁成交金額就1,588億。上個星期五咧，就其實都係算係一個大奇蹟日嚟嘅，咁啊大低開跌成1,067點，然後之後由最低位一路拉升，咁要全日仲最尾總成交差唔多成2,024億嘅。咁嗰日嘅大成交之後，今日就反而又弱翻落嚟啦。咁我哋睇下郭老師有咩見解啦，而家。好，大家好啊！咁啊，首先讲下呢个跌市嘅原因咧，就系归咎于最两样嘢啦。第一样嘢咧就系嗰个疫情啦，个疫情嗰上面嗰个问题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嗰个油价大跌噶啦。咁首先咧就讲疫情啦。咁疫情咧就应该咧就系中国嗰阵时嗰个感染速度嘅一个 copy 啦，即系不论系呢个西班牙啊、意大利啊，同埋呢个美国咧嗰个新增嗰个感染人数咧都急升得好犀利啊。咁唯一的解決方法呢，我想都是會仿效中國的啦。中國都是用封城這一招啦。封城這一招呢會令到個經濟呢就活動呢就停曬嘅，大家都留在屋企度嘅。咁變咗冇出街，咁令到所有嘢都經營上會有困難啦。咁你所以預計到第一個 Q 同第二個 Q 呢，嗰啲企業出嚟嗰啲每股盈利就一定會唔係咁好㗎啦。咁其次一個更加大嘅問題就係石油啦。咁其實喺唔同嘅文章或者係早之前一兩集嘅財通股市都提過，咁石油呢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主要原因係因為美國呢嘅頁岩油企業呢就做咗好多同政府借咗好多錢啦，發咗好多債啦，而佢哋嗰個規模亦都係越嚟越大啦。隨住嗰個油價呢就之前就在高位度，咁然后佢哋嗰个成本呢，嗰个开采页岩油嘅成本就高，平咗好多嘛，咁所以佢哋就做得到有钱赚嘅，咁所以就大量开采做呢啲咁嘅行业啦。咁呢啲咁嘅企业啊，或者係佢哋嗰啲附属嘅公司啊，譬如做嗰啲管道啊，嗰啲咁嘅公司啦，即係啲服务嘅公司啦，同页岩油相关嗰啲呢，咁嗰啲都係借落巨债，咁而家呢就係担心緊呢，係有呢个拖累到呢个美股拖累到呢个美国嘅银行咧做 repeat 账，咁同埋投资者咧就系买咗佢哋嘅债咧就有一个急速赎回，咁令到佢哋就油价就平，咁我就赚唔到钱而去还债，咁有一个火烧连环船嘅情况出现啦。咁而家市场恐慌呢件事嘅，咁就住美国咧就有个减息嘅行动咧，咁你见佢之前都系越减越跌嘅，咁譬如美股咁样啦。咁啊，緊急減息咧，市場咧就唔係好受落，咁啊覺得好似呢段浪咁樣啦。阿海森有冇印象佢係減息之後即刻跌噶嘛？出咗話消息之後，呢只即係減咗呢幾日咩？跟住之後做後抽，然後再跌係咪？係啊，好，然後再跌。咁而家究竟我哋系咪？我哋主题就系讲究竟系咪博反弹啦。首先要俾大家知道嘅咧，美股咧就系进入咗个熊市噶啦。应该呢度。系啦，美股系进入咗熊市。先跌后升嚟噶。先跌后升，跟住之后再跌过。
係咪？先後升，跟住之後嗰日再升一下，跟住就其實佢而家嗰個咁急速嘅應急減息嘅措施咧，反而會令到市場咧就可能會擔心就，就係話究竟係咪你咁一反常態啊？減息減得咁急啊，仲要係兩個禮拜內係減咗1.5厘喎。咁咪好犀利啦！咁啲人就會可能會覺得，喂，究竟係咪有啲幕後有啲好嚴峻嘅情況，而係我哋未知道，而你哋係政府知道咗㗎，即係你哋做定啲措施啊，咁就做咗個恐慌性拋售，咁啊消化曬啦！今日嗰個期貨啊，已經消化咗上個星期五嗰個升幅啊！咁而家成日討論緊咧，究竟佢幾時反彈，同埋反彈幾多？究竟係咪牛市熊市咁樣？咁而家咧就可能我哋可以睇下個啲 information 啦，咁首先就譬如睇個 Russell 2000，Russell 2000咧就係一啲羅素2000咧，係反映呢、這個細少少嘅企業嘅，咁即係比較反映到啲實質經濟。因為美國咧喺呢段升浪裏邊咧，呢十年裏邊，特別係最尾嗰幾年，咁最主要佢係用一種大嘅 cap 去維持住嘅，即係譬如你大家都識嘅亞馬遜啊、蘋果啊嗰啲啊、Google 啊、Alphabet 啊呢啲咁嘅公司咧，咁啊做到一啲業績好好啦，咁好似炒得好好即係美國有無限憧憬啊，咁但係佢哋升得好啫，咁即係個業績好啫，咁但係其他嗰啲細嘅公司咧，比較 small cap 我哋叫做，未係真係咁好嘅。咁亦都佢係睇佢嗰個羅素2000個指數咧，係實係容易睇過嗰個道指納指標普。咁亦都反映咧，實質美國嘅股市嘅情況會好啲嘅。呢段浪咧，佢由2008金融海嘯見咗底，即係2009年開始啦。咁有一個長期嘅上升通道，咁大家都見到啦，好清楚啦。咁呢個通道咧，亦都係準確嘅，因為呢啲底咧就係支持位，咁啊撞到呢啲頂咁樣嘅，咁跟住呢啲就啲底啦，呢度有個底啦，咁今次呢度都穿埋咧，就意味著咧呢一個浪咧正式咧個羅素2000正式就喺呢、這個2018年嘅九月見咗頂噶啦。咁佢跌咗落去，然後做後抽再跌落去。咁但係而家跌到呢個位置呢，都係叫做有一個支持位嚟嘅。咁但係掂一掂再彈，我唔知會唔會今日再穿做咗一個反彈啦。因為而家佢短期內呢跌咗成廿幾，接近30% 多嘅。咁做一個反彈都唔出奇。咁而家睇落去呢，呢、這個羅素2000呢可能嘅走勢呢，就係佢會跌五個浪形嘅走勢啦。咁呢個一個字應該就嚟完啦，然後反彈個二，跟住三，然後四五，跟住又跌啦。呢個係第一種走勢。而第二種走勢呢就係呢一個係行咗一個平台，然後呢會行一個 X 浪之後再跌過，之後再係咁跌落去咁樣啦。但兩者之間呢，就係、是、個分別係乜嘢呢？只是分別呢，就是這個所謂的紅二反彈，我要掛住它這個位置，就應該會做一個紅二反彈的。那這個紅二反彈究竟會彈多少呢，和會維持多久呢？那我們其實可以參考一下過往的歷史的。那我們看回那個 investing.com。我們就擺個道指下去，擺個刀下去。Dow Jones， 然后就呢只 ETF 嚟噶，系 click 错咗添，唔慢嘅老得。其实应该开定先。放大，然后呢就用个周图啦，周图睇得噶啦。咁我拉翻去2008金融海啸嗰个位先。哦，就系呢度啦，我哋搵到佢啦。啊，当其时咧就个道指咧就喺2007年嘅10月做咗个顶啦，然后咧就跌啦。
跌落去嘅時候咧，跟住呢個咧就熊市嘅二期，熊市嘅二期咧就呢個係一個 A 浪、B 浪同埋 C 浪嘅反彈啦，咁做一個擴張嘅 expanding flat 嚟嘅。呢、这個 expanding flat 咧，即係話佢係由1月14號嗰個禮拜去到4月28號，即係接近係4個月時間，接近4個月時間，你當3.5個月左右啦。咁當其時就有咁嘅情況，然後咧先至繼續暴跌，跌5個浪形落去嘅。咁而家我相信咧，我哋個美股咧係唔係呢個位，就去到呢個位噶啦，大致上就要醖釀一個反彈嘅。預計應該都係有一段時間會彈一彈啦。我唔知會係再跌穿多呢一下，跟住彈彈1個月至2個月左右啦，然後先至再繼續點樣跌會好啲嘅，即係會清楚啲嘅。呢個係同2008金融海嘯嗰個層級嚟噶啦。咁同埋你都留意翻咧，佢就係呢啲嘅阻力位置啦，變咗做佢係唔會升穿翻上去，呢個第二個特徵啦。啊，上面个阻力佢唔会企得稳喺上高，然后再跌落去，然后下低嗰条支持线咧，唔好意思啊，下低嗰条支持线咧会再穿多一次嘅，咁呢个就系一个支持线。咁最好咧做 short 嗰个位咧，就会系跌穿呢一下啦。因为如果你呢度做咧，你唔知道佢嘅顶会去到边，但系你纯粹估咧用个阻力嚟谂都应该 OK 嘅。咁而家我哋就耐心等待一个熊二嘅反弹啦。咁但系唔系买货嘅时候噶啦，一定系即系如果你买货嘅话咧，你都要谂买近啲咯，即系唔好摆过夜啊或者成啦。而家尽量轻仓先啦，因为你唔知道嗰个底咧去到边度，即系我哋熊一嘅第一段咧个底喺边度啊。但系我谂相当之近噶啦。咁如果我哋睇翻恒生指数先，恒生指数咧。就而家咧係有具備條件反彈，原因係呢個係一個月線圖。咁月線圖咧就其實有去到呢個重要嘅 channel 啦。咁呢個位咧應該會俾啲力去彈一彈嘅，咁咯。咁所以咧就而家個恒生指數嘅睇法咧就偏向覺得佢你要留意嘅重要嘅位置就係之前咧2018年個低位嗰個叫做二幾多啊二四五五十四乘零八到啦。係啊2445/40嗰個位咧就應該做咗一個阻力噶啦。咁大家要留意住嗰个位，如果做反弹咧，即系譬如如果手头上有啲股票可能蚀紧20%咁样嘅，或者成嘅，咁啊弹上去咧，你变咗蚀10% 嘅时候咧，去到呢个位咧，你都应该要减噶啦。咁然后你就以防佢再跌穿呢个通道咧，就应该系真真正正咁样同你讲，一个市会继续跌落去啦。所有嘢嘅预期都系麻烦啦。咁就系因为呢两单嘢令到嗰个基本面有一个结构性嘅改变喺度啊。咁所以就即系暂时个睇法就系咁样。咁另外咧就多少少 information 就系平升得叻嗰啲领头羊股份咧，咁我就睇下今日升啲乜嘢啦。咁系港股先啦。咁就系啲完全唔关事嗰啲嘢嚟噶啦，中石化咧点解会升咧？呢个可以而家嗱嗱声讲埋佢先啦，嗱，因为美国因为个油价咧就大幅跌落去啦，咁但系咧中国咧就有一个垄断性嘅地方喺度嘅，即系话你喺中国见到里边入油啊各方面嗰啲咧，你唔见到。个油价大跌30%，但系你去入油冇大跌30%，我只多跌几个 percent 俾你嘅啫。就系因为佢哋喺入边有一个垄断性嘅地位啊，啲油股公司喺中国度，其他外资入唔到嚟嘅。咁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早前咧，就喺个油价跌之前咧，咁中国咧就同俄罗斯签订咗好似20年嘅帮佢买呢个油啊嘛。咁咧跟住大家就担心中国死啦，帮佢买贵油啦。咁之后中国咧就有发言人即刻嗱嗱声出嚟澄清，就话我帮佢签咗份约咧，我就俾咗700万亿美金做呢个700亿定700万亿啊700亿对唔住700亿嘅美金咧就做一个订金咁样咁但系呢件事咧系因为嗰个 contract 系 base on 嗰个油价嘅上落嘅就唔系同佢话而家定咗个价永远都系嗰个价咁啊随之之后咧就即刻有个释怀啦咁呢件事同个油股有个谂法就系首先中石化咧就系个油跌落去咧就对佢咧佢有个部分咧系做一个石油化链嘅动作即系话油咧就系一个成本嚟嘅。如果嗰啲油跌得多嘅话咧，对佢嚟讲就系一个好处嘅。咁所以喺三通油里边咧，就见到中石化就唔系话真系喺呢个位置里边都叫做顶得下咯，唔系话好似而家咁样暴跌咯。咁去唔去搏反弹咧？我谂大家如果要玩咧，都真系要小心嘅，因为佢个 fundamental 嘢系要去到迟少少先会出现嘅。而家好多人唔知道佢升啲乜嘢噶。
咁佢亦都唔能夠收穿嗰個上升嘅通道啦。咁所有股份咧，我哋要搏都好啦，呢、這個通道一定要升穿，同埋喺上面嘅阻力位置好走啦。咁即係話而家講緊嘅咧，就我畫條線出嚟俾大家先。而家個阻力位又喺呢度。如果你真係想搏嘅話咧，佢升穿咗你先搏，然後咧個獲利位咧就唔該喺呢度之前好走啦。咁如果喺呢度升嘅话，有 10% 嘅，要升穿咗你先出手嘅话，咁所有股份你都用呢一种去谂法就得噶啦。去到咁港股亦都系，咁港股我画翻出嚟先。佢唔一日唔开阳烛咧，你就一日都冇睬佢，有一条通道嘅阳烛。咁或者我哋用4小时图啦。咁最起碼咧，最細嗰條通道咧，我都要佢穿噶啦。哇！嗰條通道已經斜到唔知做乜嘢，哇！已經斜到不得了。最起碼呢條通道咧，我都要佢穿。穿完之後咧，你要搏嘅位咧，搏佢反彈個位咧，就唔好太過貪心啦。24540就好，就好諗啦。即係呢度啦，24540呢個係現貨嚟㗎。係現貨。哦，呢度睇唔到咁遠啊，四小時圖，24540咧就係因為之前係嗰個2018年個低位嚟噶嘛，24540呢度啦。咁第一步睇咗呢度先啦，即係如果佢穿咗，咦？我打翻落去啦。有支陽燭企穩咗喺23500嘅樓上。然後咧就睇24540，即係有1000點嘅升幅咯。呢、这個1000點嘅升幅，到期時咧，你就應該要將嗰啲手頭上嘅股份要減啦。咁另外點解有呢個睇法呢？再加上有啲強勢股，咁譬如先講853先啦。咁853咧，你見到佢今日開始回啦。今日我哋都有喺群組裏面講話要獲利啦，一定要獲利啦。咁點解要獲利呢？就係、是、因為佢首先第一佢到咗我哋目標價啦，我哋之前講咗係18蚊左右啦，咁佢升突咗啦，去到20蚊啦，咁啊俾多咗你啦，俾多咗。然後佢跟住今日開咧，我自己本人咧就喺20蚊樓上度走噶啦，見到佢20蚊好似冇乜力啦，同埋啲大卡位嚟噶嘛，咁啊就唉食喎啦咁。咁佢呢啲股份咧，正路嚟講咧就唔關嗰、那個市況事嘅，即係個市點跌咧，咁佢係自己有自己一套嘅，因為唔影響到佢本身嘅盈利噶嘛。但係個問題嚟啦，點解呢啲咁嘅優質嘅股份，譬如呢啲啦、物管啦、醫藥啦咁樣一大扎呢啲唔關個疫情冇關係、經濟受阻冇關係嘅嘢，點解佢都開始會跌出嚟咧？咁其實都係因為嗰個市況咧開始出現咗一啲不明朗嘅因素。连啲基金经理咧，即系譬如一啲优质嘅股份咧，佢哋都放弃咗，佢哋啊套现咗先啦，我真系睇唔通啊。其实有存在呢个情况嘅，佢哋唔选择去搏啊，咁样咯。咁你见到呢啲都系上唔翻去，或者开始有 cash out 咧，即系总之你见到个市连最优质嗰啲股份升到嘭嘭声嗰啲都要跌嘅时候咧，咁你真系要小心啦。个市应该会面临一个比较大嘅跌幅啦。即使佢事后头先我同你讲话个市有做反弹都好啦。去做反彈都好啦，咁、那個反彈咧只會係一個托沽嘅形式咯，即係可能會托住啲恆生指數成分股托住佢，然後咧就沽咗其他嘅股份，咁咧就可能會做到好似冇問題啦，救市成功啦，個市開始復甦呢啲 news 會出嚟啦，然後啲成交開始多啦，就營造咗嗰個熊市預期嘅情況出現咯，咁。呢、这個就係個睇法，咁同埋另外就喺嗰個基本面上面咧，其而家你第一同埋第二個 Q 咧係冇法子有企業盈利噶嘛，咁盈利唔好先講冇利盈利，先講生意先，連生意都帶動嘅現金流佢都做唔到咧，咁所以你點樣放水咧，佢都辛苦嘅，雖然中國仍有子彈。咁然后咧，我哋再要睇嘅咧就係個美金啦，咁啊 USD Index 啦。大家要钱唔要货嘅时候咧，个美金咧就大家要留意住前面个高位99，你当100蚊齐头，100蚊嘅美汇指数。如果真系急上去嘅话咧，即系正式咧，我想讲话咧就系嗰个熊市嘅第三期就应该会正式出现噶啦。咁而家偏向咧，见到个美元指数可以回紧落去咧，我估计应该系营造一个熊二反弹嘅。其实距离熊二反弹，我相信系非常之接近。咁但系可能短线都要挨多支持位。头先我同阿海心度过系21500啊。21500、22000都是有，都是一个位置来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削埋落去，打埋做两只脚才弹都不出奇的。咁
呢、这個就係睇全球資金嘅走勢啦。咁另外咧就睇個人民幣啦。咁美元對人民幣咧就又唔算話真係好差嘅，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阻力位置啊，即係去到73.0.74咁樣啦。對唔住啊，7.04、7.05呢個位，佢一直都冇穿，咁代表就冇一個大規模嘅走資咯。同埋中國都仍然係有彈藥嘅。咁佢。即係意思嘅話咧，佢個彈藥唔係可以扭轉乾坤，起碼咧，如果真係面對一個金融大跌市咧，我諗相信中國咧就係一個比較跌得少啲啦，或者佢有機會係炒股唔炒市嘅市場嘅，咁所以到其時要識得會揾股就要揾啲 A 股啊，或者係向大陸嘅企業來港上市嘅股，即係其實嚟緊未來嘅時間個揀股更加要審慎咯，即係唔係見到平落去你就買咯。如果不是那些只会越跌越低越跌越低的这样的。那啊，海森有没有其他方面补充？没了，你都包了大部分了。那其实讲起货币啦，那除了美金人仔之外，看埋啲相对叫避险货币的yen 啦。那yen其实上个星期当我市跌到一扑一碌的时候，啲钱真係流晒去yen嗰度嘅。咁但係上兩個星期，咁但上個星期開始咧就好奇怪喎，個市就算跌都好啦，啲錢咧都係留翻上去美金度，即係除咗今日啦，今日個 yen 再強翻，但係由101去翻最高108.幾，其實好誇張嘅呢件事。咁所以依個點其實有啲諗唔通嘅，點解會爆得咁勁，爆翻上去108嘅時候，咁啲資金湧咗去邊度咧？咁其實係都仲係一個疑問嚟嘅。咁可以睇埋傳統的避險資產，譬如黃金，黃金理論上是一個避險資產，如果是一個即是叫大熊市的話，正常的黃金應該升上去，應該還有1700多樓上，但它是這條大的上升軌都已經穿了，已經去到1500邊，是不是曾經穿了1500？其实黄金不是算太是一定是避险资产的，它的价值是来自于个 risk premium， 即是譬如是打仗啊那些，它就会有一个升值的潜伏啦。但是最主要是就是它同一个货币呢是做一个相对性的。如果那个货币呢是不受到信任呢，或者是大幅贬值呢，那黄金做一个保值的作用。那这段时间呢你应该是要看返呢，就是个市是要去返那个大熊市的末端的时候呢，即是所有的银行印钱印钱印钱印到咁上下的时候呢，啲货币不再信任呢，就会好似 QE 咁样啦，咁佢就会出现一个升浪咯。咁喺开头嘅时候呢，就大家即係譬如个美个股份或者个市或者要出现一个大跌市啦，大家避难嘅时候呢，就个个真相呢就将啲股份酒楼上嘅全部套现变做现金。咁对个美元嘅需求亦都好大嘅。当个美元需求大到去一个唔能够做一个供应唔到嘅时候咧，咁就会有一啲美国嘅投资银行咧，会将客户嘅资产咧就借出嚟嘅，即系佢嘅资产包括系黄金啦，咁你借出嚟，然之后咧就套现翻，迟啲先还翻俾佢嘅，咁啊到借出嚟就沽出嚟嘅时候，就会做到个黄金有机会就回落去咯，咁但系黄金咧就系大牛市咧就一定系噶啦，不过你要等咯，咁而家就偏向就会喺度挫上挫落，挫上挫落咁样。好啦，咁我哋做咩 cover 咧？睇下先，冇我哋就开始答啊，系啦，咁我哋解答翻今日嘅主题先，博唔博反弹咧？即系哦，头先讲咗啦，我哋第一件事一定要等佢升穿咗个阳烛，然后就trend line 嗰度，你先至好博啦。即系譬如 HSI 咁样啦，咁佢就有个下降嘅通道嘛。咁第一件事就一定要佢穿咗先，佢一日唔企喺楼上咧，我哋唔好作任何嘅动作住。如果唔系，盏唔知佢会，因为个底未 form 到出嚟啊，有机会穿咗呢个底，跟住嗱嗱声冲上去嘅，其实都好近嘅。因为我哋睇个月图咧，佢真系好近嘅呢个位，佢可以弹少少，然后再穿咗你呢度之后咧，跟住即刻急抽上去都一啲都唔出奇啊。但系喺个形态上个条件就绝对做到一个反弹咯。但系我哋都唔好心急去接刀咯，等佢行咗出嚟先接咯。同埋即使你
者接咗都好，睇住楼上嗰、那个二四五四零系第一个位，系第一个位。去到嗰度你要小心，然后佢再上多少少咧，去到25000楼下咧，就应该系第二个位啦。咁你到期时咧，就点都系要套咗现先嘅，食咗糊先嘅。咁如果佢再有得行上啲咧，咁可能系一个引人入去买货啊，或者系出啲事情啦，即系做嗰个熊市二期，因为熊市二期可以行3个月，或者行半年嘅就唔知道。咁一路都系见步行步啦，同埋理论上咧，我哋都可以讲下个道指啊，道指头先都有个谂法就摆咗喺度啊。睇个道指先，个市都要讲埋呢一点。咁而家咧就今年系美国嘅大选年啦，咁特朗普上任嘅时间系16年嘅几月几号啊？用日图啦，用日图表示啦。11月9号啫。11月9啊？嚟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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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做咩我控制唔到嘅？啊得，11月9系删咗美元指数先。11月9啊，16年嘅11月9咪喺呢度咯，后边咯。哦，系呢日咯。哦，选到嗰日即刻抽升啊！唔，你要睇期货嗰日先见到大跌大升。哦，唔紧要，睇现货都冇问题嘅啫。呢咁种系。嗱，有佢选11月9，一系喂你控制紧我个嘢喎。系啊，唔怪之我喐唔到啦。11月9又系星期3号，咁即系你当个低位开始啦。嗰日个低位就系18252，18252。咁呢个位咧就你要记住嘅，点解会有用咧？嗱，你谂下佢上任嗰时咧就18000几，咁如果咧个道琼斯指数咧系跌穿咗18000几，佢上任嗰时个位置系咪呢一支啊？系啊，啱啦，就系呢支啦。唔系之后佢一万，自由嗰支啊，哦系，一周线图嚟嘅，因系周为线图啦，系啦。咁如果佢去翻嗰啲位嘅话咧，咁即系代表咗咧，冇佢上任以嚟咧，佢就系标榜自己嘅战绩啦，嘅功劳系全部都系可以令到美国经济好过股市好啊嘛，咁跌咗落去即系剥佢棚牙啦，咁样系会对个民主党咧嘅选情系有利嘅，即系佢对手绝对会有利嘅，咁啊嗰啲人就会觉得，哇我投你根本都帮唔到嘅，咁美。阿特朗普嗰啲票仓系来自于啲美国农民啊，同埋啲白领嘅男，特别系白领嗰啲白人嘅男士噶嘛，咁其他嗰啲佢都系歧视噶嘛，咁其实佢都好做得好洋噶啦，咁可能会引起好多人嘅唔满意佢啦，佢如果跌咗落去嘅话，咁我谂佢个选情都好大机会就出现问题啊，咁可能呢个亦都系民主党嘅策略啦，咁但系如果距离呢个11月时间咧个选举咧，仍然系有长时间，你好难期望到咧个市咧喺呢。半年里边继续一路咁样跌跌跌跌跌噶，如果每日 keep 住跌1000点嘅话，我谂十几日都已经可以跌到零啦。咁应该就唔会，理论上会足够一个反弹，储下先，储下力之后咧，跟住再有第二轮嘅跌幅，咁啊，然后就做到特朗普嗰个政绩唔得啦，咁啊股市就做唔到啦，咁啊而取代咗佢嗰个总统宝座地位，呢、这个就系、是、即系有啲人系咁样谂法啦。咁我听落去都其实都系合理嘅，咁样样咯。咁然后就大致上就讲咗个市啦，咁要睇嗰个情况要小心啦，再反弹你就要减磅减仓啦，咁然后等个熊市二期咧就做完之后咧，咁等第三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咁而嗰啲嘢咧就系、是、表面上睇落好多风险，其实攞好少嘅钱出嚟，但系可以获利到可能10倍20倍咁样嘅，咁到期时再同大家讨论，咁但系而家大家最紧要就系要留住啲钱先，咁啊到期时你就冇钱做呢件事咁样样，咁至于就系啲强势股份。譬如物管股嗰啲咧，佢都出现咗高位获利而企唔稳啊！咁而我咧都系水瓜打狗，冇咁一橛噶啦。咁虽然喺呢段港股咧嘅上上落落嗰段时间咧，我就坚持系炒股唔炒市啦。咁事实上都系啱嘅，因为个市仍然系未出现到一个正常嘅 pattern 啊嘛。咁虽然都系大幅跑赢大市啊啲选股，咁但系都系要面对咧，就喺高位度回落咧，就少咗好多利润嘅。譬如3319啲物管股啦，咁由高位跌咗落去咧，都成28%啦。咁啊，接近30%啦。咁我就觉得咧，连呢啲都要沽嘅话咧，咁就可能代表啲基金经理咧，就因为呢啲系优质嘅股票啊嘛。你试幻想一下，如果系一个优质嘅股票，基金经理唔够货嘅时候，佢跌落去咧，佢会买嘅，佢唔会沽嘅。OK，又或者佢唔够货，或者冇买过，点都好啦，趁住调整买入，系咪？正常系咁谂啦。咁佢冇咁样反弹咧，即系代表咧，优质嘅股份应升唔升噶咯？喺个跌里边搏最值搏反弹嘅东西都应升唔升噶咯？咁就代表咗个市会有进一步嘅麻烦咯。
咁所以留意下一段反彈咧，睇下由啲咩嚟帶起啦。如果係由翻嗰啲跌得太慘，譬如匯豐啊、中移動啊、或者係平保啊嗰啲即係相對性同個大市指數有關嗰啲咧，有可能係托住個指數而沽咯。佢所謂嘅托沽出現啦，你睇下有冇呢個情況。咁托沽你都要沽噶啦，托沽就係托住個指數就沽一啲蟹貨啊咁樣樣咯。咁呢個應該會係一個逃生門嚟嘅。咁样样，咁所以就大家一定要小心，同埋尽量轻仓咁啦。咁而家我哋可以开始解答问题啦。好嘅，咁睇下先啊。啊，第一条问题就正正就去到你啱啱讲嘅物管股啦，就3662啦。跟住仲有啲其他之前推呢个介绍过嘅，即系提及过嘅，譬如仲有1580啦、1521啦、8321呢点处理啊？究竟系嗱，揸？三六六二咧，我相信咧，佢都应该系要做反弹嘅。咁有冇反弹出现都好啦。我谂我哋而家咧就减咗仓先。如果佢上到上面，我哋再减咯。咁上面嘅重大阻力位咧就系7.8噶啦。咁而家呢个时候唔系同你讲啲咩估值啊、PE 啊，又或者系同你讲技术分析噶啦。因为而家系恐慌冚过晒一切噶嘛。咁恐慌冚过晒一切嘅所有估值咧，全部都失效。估值只系一个正常嘅市况里边出现，系啱嘅。呢度大家要記住，因為股票係來自於供求，供求係扭轉供求嘅咧，基本上有三樣嘢。咁其實我哋重複講咗好多次，不過都要再提一提。咁首先第一件事就係有冇空間，即係所謂嘅估值啦。第二件事就係有冇資金，亦都係最重要嘅一環。第三樣嘢就係有冇憧憬。咁當三樣嘢一齊着嘅話咧，佢升99%嘅。咁少其中一樣，特別係資金咧，已經係難升噶啦。咁而家咧就變咗喺嗰個資金上面同埋個憧憬上面都已經同你大打折扣。咁所以咧就會影響咗個供求。個供求一唔正常嘅話咧，就會影響到嗰個估值都有機會轉咗去咯。咁所以我哋而家寧願就係 miss 咗，都唔好諗住話好大力鬧底。大力鬧底，即係你買你想鬧底嘅可以小心啲啊。譬如你今日鬧嘅攞今日個底做指示啦，聽穿咗嘅你就抌咗佢就算數啦。咁啊唯有係 keep 住一個輕倉嘅諗法，因為你哋要留翻住啲錢咧，就留翻住嗰個紅衫嗰個做落去嗰個市況。咁啊，到其時你冇錢，你都唔知做啲乜嘢嚇。同埋紅衫完咗之後，喺個大低位裏邊咧，就你最好就多啲子彈去鬧貨咯，咁樣咯。如果唔係繼續坐住嘅話咧，啲股票跌起上嚟係可以不理性嘅，即係你諗翻起2008金融海嘯啊，或者1997金融風暴咧，咁嗰啲股份係可以跌70%、80%，甚至乎係跌翻定翻個價值嘅10蚊、跌到1、2蚊都可以嘅。所以如果你而家跌咗2蚊咧，10% 左右咧，或者15% 左右咧，先减一部分，然后弹上去再减埋嗰部分，输少少就算啦。我偏向觉得系咁样，咁暂时咁样谂法。咁跟住仲有啲咩问题啦？好，跟住咁黃金仲值唔值得趁低吸納？黄金而家就因为储局嗰边又减息咧，咁个货币咧就我估计应该短期有机会做一个反弹，然后再跌嘅，同埋个顶咧就暂时短顶做咗出嚟。我暂时估计又咁样啦，而家咧呢个位咧就系个低位啦，咁应该呢个位就有支持啦，然后做反弹，反弹翻呢个跌幅嘅可能系618或者50% 左右咁样拉个 golden ratio 咁样。然后可能挨近千六左右啦，我估计吓最叻咁，咁然后咧之后先至再跌，跌完之后咧就做个底咧，之后去到嗰个牛市熊市接近完成嘅时候咧，就系一个黄金嘅大升浪啦。咁如果你唔好做杠杆咧，分注去买咧就可以试下嘅，咁但系如果你短注买咧，你就 target 睇住1600先咯，咁样咯。咁至于沽金，我就觉得好会好挫嘅，嗰个谂法系挫到不得了嘅。或者我开埋呢个图解释俾大家听啦，嗰个 investing.com 你等下，咦？点啊？听咗嘅？我已经又插晒电，又做成噶咯。咦？但你又喐到喎？佢而家又捞紧啊！有啦，有啦，有啦。咁我尝试将呢个周图咁我摆埋嗰个 comparison 个金落去啦。金嘅现货 gold spot 嚟咩啊？仲要打埋个 USD。OK。
三嘅呢个系，呢个咧就零八金融海啸嘅时候啦。咁你零八金融海啸咧，见到咧上面呢条紫色线咧系黄金嚟嘅。咁呢个咧就股市。咁首先咧就系、是、个股市就跌红市嘅第一期，红市嘅第一期，红市嘅第一期嘅时候咧，然后咧就红二咧就反弹，红二反弹咧，黄金跟住反弹，反弹到好接近前高位，然后咧跟住咧就个市开始跌咧。个市开始跌嘅时候，黄金咧仲系做紧高位嘅，然后跟住一路越跌越跌嘅时候咧，佢就两边金又跌，同埋个股市都跌啦。主要原因系因为个股市跌得多咧，大家咧需要将个现金套现，对嗰个美元嘅需求好大啊。咁头先讲过个解释原因系呢一段浪跌落去，喂，我唔够美元，我唯有咧就同啲客借啲金去做沽咗佢先，做套现啲套现翻啲美元，然后其后做反弹，跟住再做多次。咁但系你会发觉咧，佢哋嗰个美嗰、那个金咧，佢会早一步咧话俾你听个市见咗底噶啦。譬如呢一度啦，佢先升穿嗱金咧。个熊市嚟到呢度，然后后抽反弹，跟反弹咗升穿嗰个下降嘅通道，然后咧就做翻个后抽，跟住再正式行一个正式嘅巨大嘅急升嘅升浪。咁佢足足咧就比起呢、这个熊市咧，美股啊、那个道琼斯指数咧早咗成三四个月咧，系话俾你听见咗底嘅。咁所以其实如果下一次咧个熊市见底，熊三咧完结之前咧，你见到金上咗去咧，行咗一个浪噶，咁佢可能话俾你听，可能嚟紧三四个月、半年内个市应该有机会见底啦。咁咯。嗯，好，跟住睇下先啊。跟住观众问二六二八啊，中印寿。呢、这个系多年低位，因为金融海啸以嚟嘅低位嚟噶。呢、这个用个周图嚟睇啊，哇，直情系好似可以搏嘅位嚟噶。但系你搏嘅话，其实都可以用1蚊左右指示咯，即系前边嗰个低位至到少少咯。我觉得可以短线搏反弹咯，纯粹系因为佢个技术图位系去到一啲多年嘅低位咋吓。咁啊，而家大家都要錢唔要貨啊嘛，那個市場失曬理性嘅時候，咁你博反彈，你都要等佢出咗支陽燭先咯。佢都冇出過啦，事實上，好似尋日咁樣都係冇，即係佢係跌市嘅陽燭咯，唔係一個陽燭咯。咁睇下有冇開一個真係真正嘅陽燭咯。咁同埋你博反彈去到前密集區最叻啊，去到17-18蚊，你真係好理啦，就喂咗佢噶啦。記住而家係博反彈嘅諗法咯，就唔係一個。長揸住啦，因為所有嘢都俾個疫情啊，同埋嗰個油搞到你亂曬大龍噶啦。咁而家就係驚美國還唔到錢嘅，最驚就係個美國個國債啊，都有一個崩盤嘅情況出現咯。而家即係最驚就呢個嘢，即係連世界上最可信嘅資產都變成唔可信咧，咁啊麻鬼煩。好，跟住有觀眾問。而家內房股其實仲值唔值博咧？內房股咧，其實我就諗啊，全世界要減息嘅。咁啊，中國都會跟住減，咁因為中國嘅利率咧，如果喺中國做房貸咧，其實係講緊5厘或樓上嘅，好仲係好多嘅利息噶。咁所以如果佢要減息嘅話咧，內房其實仍然係有空間。但係咧，內房有一樣好奇怪嘅嘢嘅，香即係全中國嘅錢咧，其實你要睇咧，中國咧有咁耐以嚟咧，佢 M2 同埋佢個 GDP 做一個比較，咁其實咧佢哋個人民幣咧就已經係瘋狂地印多過美國嘅添。所以人民币的价值理论上没有美国那么高的，他的钱也都是去了房地产里面的。房地产在中国的 story 就变成这样了。印钱，跟着那些人就买楼房地产，买完房地产之后呢，企业呢就来香港上市，上市然后呢就将那些资产呢变成股票化，然后就散出去，这样换钱回来的，就是整个 system 是这样玩的。只要那个楼市呢一不升的话呢，就麻煩啦，另外因為個原因係因為其實佢哋嗰個租金回報率咧係得1.5厘嘅啫，1.5厘係一個好差嘅 concept 嚟嘅，因為佢哋供樓個付款係俾5厘嘅樓上，然後收翻租出去咧，就買多3-2套房租出去咧，就收翻0.5厘，即係話如果嗰個淨利息差即係每個月佢都係蝕住嚟賠出嚟嘅，咁佢點解仲要買咧？咁因為樓價會升啊嘛，咁萬一一個
逆轉咧，或者係嗰啲失業率加深啊，咁樣咧就會令到一個麻煩咯。咁但係而家現階段我哋就搏咧個內房咧，你係可以搏反彈，但係唔可以長揸住噶啦，因為個成個 structural 咧都已經改變咗，只能夠當佢係搏佢呢個中央嗱嗱聲降完準之後再嗱嗱聲減息，減息幅度仲要大啦，咁令到可能手頭上嗰個租金回報率同埋銀行供樓嗰個息差收窄咗先，咁可能仲可以頂到一下咯。咁暫時個睇法就係咁樣。咁如果你而家買嘅話，即係前低位咧破咗咧，你做好嗱嗱聲就要斬咗佢噶啦。咁但係咁多隻當中咧，好似喺個疫情上邊裏邊咧，係得嗰隻恒大咧係可以頂得下嘅啫。因為恒大咧，佢透過個網上銷售咧賣樓都賣得好 OK 啊。咁但係而家唔係同你講估值啊，賣樓好唔好啊，個 PS ratio 啊，賣到幾多層樓啊？而家唔係同你講呢樣嘢，而家係講緊恐慌嘅問題咯。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咯。咁如果真係買，攞尋日13.7啦。咁其實估值上係平，咁但係平唔係代表升，因為而家大家手頭上緊缺啊啲資金，啲基金經理可能啲有正嘅保品佢都要冇辦法焗住要抌，咁所以就係驚呢樣嘢咯。咁而家搏嘅就係我哋所講緊嘅紅二反彈。咁至於 A 股咧，其實都可以講講，因為 A 股咧就佢可能咧就冇全世界裏邊咧係最好嘅市場都唔出奇。咁就偏向咧，就有機會咧，就美股就跌到你韭菜啦。咁然後咧，就中國咧就可能喺啲 range 裏邊走上走落，走上走落咁咯。可能最低又去到2500啊呢啲位，中央又托住佢，咁上面上到3000咁，即係就偏向股係咁，暫時係會咁樣嘅睇法先。好嘅，跟住睇下先啊。跟住有觀眾問，咁其實而家美聯儲好似重啟咗 QE 啦，咁其實逃生門喺邊度同埋幾時見到咧？逃生門咪頭先講咗咯，咪彈上紅二反彈咯，咁然後美股我就攞個道指嚟做啦，道指預期佢今日就跌啦，咁但係你見到咧佢。如果呢個係一個底嘅話咧，佢上面反彈咧24300左右係一個位咯。我諗呢個密集區域咧，大家睇住24300左右啦。呢個位去到咧，你贏多贏少都起碼要減一大半先。如果真係彈到咁好嘅話嚇，咁但係事實上佢咁樣跌落嚟咧，啲斬倉本應該都冇乜噶啦，應該會剩下一扎嗰啲咁嘅人。博反彈，然後 lock 住你上面，你記住上面呢扎咧下咗貨嗰啲咧，唔會咁容易輕俾佢逃生噶。咁啊，即係所以去到如果真係做一個紅二反彈咧，我個認為咧就24300係基本，25300咧你當攞咗 bonus 噶啦，你好開心噶啦，咁咯。嗯哼，好嘅，跟住就到 YouTube 嘅問題啦。YouTube 嘅問題咧就等個觀眾就問9988、阿里巴巴、3690同埋788，即係 ATM， 係咪 ATM 再788？3690要等啦，未搞掂啦。788咧就有5G 嘅概念，理论上会好啲嘅。但系而家个形势咧，就装一装先。而家个形势咧，连嗰啲北水冲入去咧都要输嘅。之前我哋有睇到咧，就系有北水咧，就又喺呢啲位置度咧增持嘅。呢个位啱啱破位，咁我就可以谂啦。咁样有钱冲入去啊，而系呢啲系一啲北水，而啲北水都系要输嘅。我谂而家北水暂时守紧嘅，亦都冇见到佢走啊。因为其实佢都卖紧一个今年嗰个 concept 啊。呢间公司咧就会理论上会再收多啲单咯，因为中央讲到明今年600000个基站要搞噶啦。啊，无论你疫情好、贸易战好，或者啲油跌到七彩都好，呢啲所有因素佢都会搞。咁但系弹上去还。弹上去啦，咁有冇真系去到个估值咧？系咪个市场上面嗰个钱咁紧要咧？我谂见步行步啦，你少少注可以考虑嘅，可以考虑。但系去到前密集区都好谂放啦，到其时大家记唔得稳先啦。唔知佢有冇机会成为一个逆市奇葩嘅，咁就系留意住。总之去到密集区你就走咯。如果要搏嘅话，咁另外3690，我觉得都系唔使谂住噶啦。3690咧就送外卖为主啦。咁但係咧，你見到佢上面咧，係行咗啲好 typical 嗰啲綁人嗰啲走勢啊，用平衡線畫啦。今日破埋星期五個底裏嘅。係啊，之前我都同海心討論，我話呢個位一穿嘅話咧，拜拜拜拜得噶啦，綁你綁到你死啊！你見唔見啊？左肩跟住右肩複式右肩跟住跌穿，咁而家下一個支持位咪去到76蚊咯，咁要再跌多少少。咁好彩佢唔係恆指成分股啫，我唔會諗佢住啦。同埋佢嗰個基本面俾唔到你啦，咁再加上佢都受大市氣氛影響嘅，即使佢唔係大市股，因為大家都喺度講緊呢只會唔會納入市成分股啊嘛，話佢 size 夠大啊嘛，唔諗住。咁另外下一隻9988阿里巴巴，我諗要等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絕對係優質啦，同埋平啦，但係問題係來自於而家嗰個恐慌性拋售啊嘛，大家要錢要唔要貨？咁啊，話知你間公司下年增長1倍啊，其實啲基金經理就係咁樣諗，咁所以只能夠搏反彈住先咯，或者你有一個長 hold，如果 hold 佢3、2年嘅，每可能分，如果你預佢 hold 3、2年嘅話，呢一年熊市裏面分住買，你都如果要挨價咯，或者你小注，我又覺得好長線嘅投資又真係一啲問題都冇喎，咁咯。好，跟住睇下先啊。二百头先讲咗啦，1299可唔可以低位吸纳？1299我唔谂，上次都临死嘅边缘啦，08金融海啸，今年就更加唔会去谂啦。呢只我唔会谂啊，1299，因为加上有好大个指数人嘅成分喺里边啦，大佬成10%咁，所以就免得过就免啦。啊，但系佢反弹咧就会用佢嘅。咁下一只就问东阳光药，我见到啦吓，系咪？啊，我东阳见到光东药阳光业药，绩靓，但系都唔系，都系嗰句，唔系讲业绩，佢乱咁同你抌。咁呢只个问题就系嗰个唔够光啊，嗰个叫做咩？货源唔够归边啊！你话嗰啲物管股咧，佢货源好归边啊，其实楼上有都好多嗰啲叫做乜嘢大股东都仍然冇减持噶，有机会转翻上去噶。不过我都偏向觉得系基金经理唔炒佢，佢就。即系几光几有业绩都冇用咯，咁所以东阳光药就都系等佢反弹，又系要走咯。我觉得就啊，业绩真系好靓，亦都价值亦都系远远冇反应咯。咁但系市场上钱系有限，而太多冇反映到本身嘅优势嘅股份咧，亦都有大把，咁可能未必拣到佢咯。如果要拣嘅，就会拣啲比较货源归边、光啲、易炒啲嗰啲咯。咁跟住恒大头先都系讲咗噶咯，都系个睇法啦。咁但我如果觉得中央肯放水，可能减0.5厘嘅，咁啊哩嗱嗱就哇反弹，你又嚼咗佢先啦。咁啊，因为市况唔对路啊嘛。咁啊，2629蚊入，唔睇咩啊？下低嗰个系咪？长线持有啊，想 set 止蚀啊。而家反而我哋睇系一个好近嗰个大支持位，睇佢升。咁啊，你不如用我头先讲个支持位做指示啦。反正你都挨到今时今日啦。咁即系话13.几啊？如果真系要做指示，呢个用一个月哇！图嘅谂法啦，周线，月图啦，月图啦。咁哇，其实都近啲嚟噶嘛，都唔系啊。你你十四蚊左右啦，你14蚊俾松啲佢啦，14蚊左右啦。如果14蚊都走唔住，你就抌翻出去咯。咁而家都唔系争好远啫。其实14.3嘅，不过你俾松少少啦。而家啲市挫到不得了，好，周线1755，头先有冇讲过？咩啊？1750、1735啊？1755啊，一差七唔孖多，五搵咩啊？佢16.26啊。16.26，绝对唔系我哋嘅操作嗰嘅个，嚟。佢问使唔使止蚀？止啦，仲要支持位14.几都破咗咯。咁睇佢听日下午抽上去咯，后抽上去14.9，即系15蚊左右，你就当执到噶啦。好1558，头先讲咗，552，5.52，唔知咩位入货，但系佢问使唔使止蚀？不如又用翻寻日个低位啦。呢啲系有钱入，而啲大户都系暂时要嗨钱，亦都系有憧憬嘅。咁可能反弹呢一波里边，呢啲都会做反弹。我谂佢有机会弹翻上去前埋集区，即系譬如6蚊呢位置啦。啊！你真系估佢唔到啊！咁样玩你，我谂住佢会破 range 向上行啦，咁啊无啦啦杀单咁嘅嘢出嚟啊！大家俾人围剿，咁所以用寻日个位置啦，寻日个低位置啊，好，水泥股现价可以考虑，我都好想考虑啦。老实实真系跌到好似比较平嗰啲位嚟噶，唉！但系而家真系，我谂反弹都会用佢嘅。第一佢有指数成分，第二佢有憧憬啊，同埋呢个位我都极寻日。都极想考虑，今日又冇乜点跌，我谂50蚊边呢啲位其实都可以试嘅，然后就睇翻个低位48.4唔好穿咯，穿咗俾翻佢咯，咁而家个位都好少嘅，即系讲紧3-2% 止蚀咯。如果真系要买的话，其实搏得过嘅，咁同埋佢都有国指成分股嘅理念喺里边咧，咁如果个市要反弹，可能都会用佢，咁如果要用个市要扯佢上去反弹咧，咁我谂应该系会揾啲。有業績好啊，有利啊，亦都唔受一個全球市況嗰個外圍因素影響，再加上有指數成分嘅，就托呢啲咯。我估應該就係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選擇。系啦，所以第二只就问700啦。700啊，700今日破咗底喎，
冇冇三蚊未三破蚊嘅。破底啊！七零零其實真係好古怪啊！我反而而家覺得睇法咧，就唔知會唔會有機會咧，就轉佢個周圖睇啦，或者用個浪形嚟睇咧。哇！佢用個月圖嚟睇啦。哇！唔知佢會唔會無啦啦亂咁跌翻落去之前嗰啲低位附近啊？但係估值上就唔應該係咁樣嘅，估值上係唔應該係咁樣嘅。但係而家都係嗰句，唔係估值嘅問題啦，已經亂咁跌，啲人大家要錢唔要貨啊！咁會唔會真係完咗，然後大家喺度執平貨咁樣反彈咧？唔排除，但係個反彈力度可能未必真係好深，因為其實今次嗰個危機咧係遠比2008年金融海嘯係大嘅。咁同我亦都比我預期早咗出現呢啲事，可能個 trigger point 係來自於呢兩樣嘢啦，個油價再加病毒夾擊啊。如果唔係呢兩樣一齊出咧，我估計都仲可以玩到半年，有一個最尾嘅火花出現嘅。好啦，咁然我後諗應該最尾仲有一條啦，就係11376蚊入咗。137咩？哦，香港電視啊，今日有升喎、口罩股。哦，咁呢啲咪全部都係，喂呢只咧嗱，如果恒生指數出現呢啲咧，你就可以諗啦，即係話咧喺呢個通道裏邊咧，佢已經係升穿咗，不過佢收唔上啫。我如果換個睇下時圖啊，會清楚啲先，等等啊，即係我要呢種 pattern 出現啊。嗱，最尾佢跌浪裏邊咧係有個通道噶嘛，咁你俾條通道佢啦，通道喺邊度啊？通道用個底嚟畫個頂會好啲，等等，睇下個底關唔關事先，啱啦。嗱，呢個通道係咪穿咗嘅？同埋收咗喺樓上嘅話，如果恒生指數出現呢啲咧，咁我哋應該有個短期嘅反彈可以憧憬到咯。咁根據呢個原理咧，咁你港市咧就可以用呢個低位，呢、这個佢升穿咗啊嘛，咁應該唔好跌穿呢個升穿嘅陽燭啊。咁即係話呢個低位係3.98，唔好俾佢穿。咁而家現階段你搏佢咧，哇，非常之抵搏。咁我哋上面揾阻力，上面阻力咧就應該就要去到4.8左右咯。4.8左右，咁而家搏咧就输啊输2毫唔够，赢啊赢6、7毫，咁其实有3、4倍赔率，谂得过啊？佢系6蚊入咗货，啊，6蚊入咗货啊？口罩公布有口罩机构咁搞唔掂，佢唔会补呢个 gap 噶，好大机会唔会补呢个 gap 噶。上到呢度已经系第一层阻力啦，弹到上去4.8，你应该好嗱，我或者俾个谂法啦，你4.8，你知道佢有大阻力咧，佢穿上去嘅话，应该可能会。停一停嘅。如果你睇得到，其实有冇力啦，有冇力都好，你可能先减啲先。佢再上嘅，再去到个 gap 嗰个位咧，你就要减埋佢。6蚊应该去唔翻噶啦。即系分段走货啦，简单系嚟啊，分段走货啦，越弹越走啦。好啦，咁今日嘅问题就解答晒啦。咁好啦，咁啊，大家记得留意住我哋嗰个荧光幕左手边嗰个股股新威啦，就未赚好入去赚好，最好就剔上先看啦，因为而家个市况好波动，咁随时会有新嘅 video 啊，又或者系有一啲新嘅睇法文章会 post 出嚟，咁如果大家惊 miss 咗嘅，一定要去 like 咗佢，仲要做嗰个揿抢先看，你先收到呢个资讯咯。咁好啦，咁啊，多谢晒大家啦，好，多谢晒，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拜拜。